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来自日本京都菊高校吹奏部的伽马式的恶魔，来台湾表演一礼拜，前后总共有150,000人看过因的表演。啊，昨暝伫个国家音乐厅是上尾啊一场，现场的观众是满满满，是乎这阵为日本来的少年人客真感动，拢流下目屎，讲伊实在是真爱台湾。啊，下晡因坐飞机返去日本哦，讲期待后一届会当过来台湾表演。欢喜一手，甲大家说多谢，叫个好恶魔，炸宝贝乐器，大包细包行去，手搁摕台湾人送的古锥加几下，即马要登去日本，心内就感觉沉堪。日本京都菊高校吹奏部来台湾演出一礼拜，昨暗时啊，伫咧国家音乐厅上尾场时，甚至唔敢到伫咧舞台哭出来。私たちは台湾の皆様と。讲甲挡袂牢，目屎滴落来，菊高校学生的唔敢表情，予大块观众是看甲有够感动。私たちは台湾の皆様と、台湾が大好きです。主持人走过甲学生倒擦目屎，伊嘛专心关心上尾一条歌曲。穿伽马式华丽的制服，提乐器表现感动歌曲，整齐动作含队形，和规场是一个甜甜天。上尾一手甲观众致意，期待这群优秀学生后回搁再来台湾演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